今天的康熙来了，表面上是要谈大家喝醉酒以后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，不过看到放在小 S 面前这一排酒杯，我们就稍微品尝一下各种不同的酒精是什么样的状况。我们有聊到要品尝这件事吗？就是品尝的想法，是要聊杯的形状有多特别吗？不过说实话，你看到空杯会产生那个就是幻想酒的。我看到酒杯我就觉得心情很好，所以你看到杯子会想象那个酒的味道吗？会。所以不同的酒你就会想象不同的味道。像我今天就是对这个杯子的酒特别期待。 OK， 香槟吧。所以你对小杯的比较没有这两个比较不是我的类型。对，可是今天有客人带这个来怎么办？我就勉强就小酌一下了。六杯都要小酌一定客人都带来了，你不喝也不好意思。礼貌克制一点啊。好，欢迎六位明星来。类的酒来，然后有谁的酒的类型是你想象中跟他的人比较搭不起来的吗？班杰是红酒很搭，红酒很搭，红酒。王丽人白酒也是搭，郭姓 whisky 根本就是他的代言啦，偏代言的。明雄是哇高粱，可是里面有东西，蒜头是店家塞的还是你塞的？这个是因为一个好朋友，然后就是推荐。刚已经喝了吗？我觉得他酒还没有退。没有。你在宿醉吧？之前有喝了吗？没有。OK， 就是之前有喝嘛，冬天嘛就把他开来喝。之前本来是要跟他一起喝的，所以他就先走了。所以就先走是走到哪里？是你朋友走了吗？走了。对，在天上了。对，在天上。啊，你把这瓶带来酒，跟我们一起喝，喝一喝，我们会不会上天呐？不会啦。你是说他喝到？挂掉吗？没有，新闻上是这样子播的啦，因为他不是在我家喝的，他是转的上新闻，对，上新闻。是荣祥大哥，荣祥大哥，因为我跟他留下来的酒吗？真的。对啊，他去内地之前的前几个礼拜，就是到我家，他都要送我一瓶酒，好，怎么好喝，我爸都是喝这个的，我说好，他就来就拿了这瓶酒，他说等我从内地回来的时候呢，再来跟你分享，我等你就。所以荣祥当时给你的时候，已经把蒜头泡在里面。泡在里面。泡完之后，酒喝完了，里面的蒜头可以拿来塞在鸡的肚子里面，然后炖鸡。哦。然后你这一年你就不怕感冒啊，不怕风寒。哦，真的。今天我还蛮想喝明雄带来的那一瓶。嗯。因为一瓶啊，来，一瓶一瓶一点点。因为我最近听很多人说，如果咳嗽不止的话，你就那个五颗大蒜拍碎之后拿去煮。煮15分钟，然后再加冰糖，睡前可以，睡前喝了，然后咳嗽就会改善非常多。我们可以把五颗大蒜拿去拍碎了，加冰糖煮给你喝，不是让你喝那个酒。哎，超多嘛，大蒜啊！你一开始这样就不会咳嗽，因为你可能睡着啊。所以秀慧也是喝高粱的。对，我非常喜欢喝高粱。可是泡了蒜头后的味道，哎，会有一点蒜头味。但是呢，你喝酒之后它还是甘醇的，那也会变得更容易醉，还是说有其他的？没有哎，就是其他粉，你越喝就越。如果男生喝了完喝完这个酒之后，那一天晚上会特别忙。杂役，有的肚子会不好。杂役，对，厕所了，哎，看你要跑哪里都好了。所以女生不会有这种效果。女生有的体质比较燥热的话，可能也会流一下鼻血，有没有？对，要看你体质。真的讲假的？真的要看体质来喝这个。所以你刚刚说那个用那个蒜去炖鸡不会感冒，是你试过的吗？对，这个总是。对免疫力比较有帮助。免疫力，你看哦，我一年哦，一年365天，我没有在感冒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现在就是鼻塞的声音。不是，我鼻塞是因为我天生的鼻子过敏。对，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我感冒。我一年到头都喝这个酒，你没有看过我感冒的。你不觉得我声如洪钟吗？是不是觉得你声音很沙哑？碰到头发了。秀慧前面这一瓶也是很烈的，这个都可以开的。请问你要喝58%、69%的？一个是58%，一个是59%。可以点我。然后喝起来口感有什么差？我告诉你哦，这个白酒品尝就跟品尝葡萄酒一样，那些要内行人。怎么？我告诉你哦，像这种酒喝起来，它干又醇，然后呢吞下去那一刹那，好像。被电到，那种感觉啊，通体舒畅，舒筋活血。秀慧，你克制一下，就是。所以这个酒，班杰应该比较没喝过吧？因为有喝过这个。有。你有喝过吗？是去拍戏的时候。我在北京之前，中央戏剧学院有待一年，
学戏剧，当时喝了很多的白酒，是，那它的味道就是香料，有的香料很重，有的比较轻，比较轻的那一种我比较能接受。那你有喝过五娘液吗？五娘液的意思，五个女人的唾液。五娘液，五娘哦，姑娘的娘。我喝的是五娘液。五娘，不是粮食的粮、哦。不是不是，有一种五娘液，然后喝下去哦，就是那种干呐、啊，就是好像女孩子的口水那种香醇的味道，因为女孩子口水有香醇吗？有这样吗？真的吗？你口水是香的吗？不是。我还没有喝醉。有人跟你接吻完之后称赞你的口水是香的，哦，香的不得了，那正在醉到不行吧？爱不走，肯定喝到假酒。顺序上，你应该要从王丽人白酒开始吗？白酒因为就很清爽啊，很适合白天喝啊。你真的没有要推辞哎，我以为你会说，有的你也不用品尝啊，白酒也要品尝吗？我觉得带来就喝吧，不然很浪费啊。要带回去很重的。思荣带的是，我这个是贵府贵府酒，我好爱哦。好，你也喜欢，我也喜欢。亲爱的，那个应该等你吃完饭再喝吧。那就是配甜点的时候。所以现在没有甜点啊。没关系，帮我叫啊。好，进去了。贵府葡萄酒，你是应该都很喜欢。王丽妍，你带来的白酒是这一瓶，是我朋友送给我的。然后他说就是很清香，然后有柠檬味。嗯，听起来有合你的意吗？嗯，对。这一瓶他说非常的好喝。依稀记得我们是要聊喝醉酒之后的事。所以你要先尝一下，讲这个果香味比较重的白酒。可是这还没有冰过 ，OK 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真正的好酒冰不冰不重要。可以，那这一瓶我们就大家一起分享，因为我还没有喝过这一瓶，这是最新的，对，2017年开了。因为我很喜欢 Latour 的 ，Latour 他们的酒庄就是1797年开始的嘛，那他们的酒真的我觉得就是很合我的口味。王丽人，你应该有对喝酒这件事情留下一些阴影才对。你不是在你的生日宴会上烂醉到大哭，然后客人都被你吓到吗？对，你知道人生嘛，都会经历一些 ups and downs。可是你知道有那样子，你才会有很好的回忆。然后你也知道，还有很好的回忆没有吧？就是好玩的回忆啦。像经历过那样子的回忆，你就会发现，嗯，喝酒真的是要酒拿来。喝到断片好吗？不好。有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花很贵的钱在拍卖会上，可以一边讲话一边倒酒。因为有时候他讲话很长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做 ending。你说就算你在吃饭的时候别人换红酒了，你也还不会换吗？就立即留在白酒这边。我比较喜欢喝白酒，因为红酒我比较有不好的回忆，因为我红酒不能喝太多，我喝太多会不舒服。所以你断片的事情是发生在红酒？对，是的。是断到什么程度？就是红酒配香槟。哦，那一定挂的。对，就是我觉得年轻一点的时候还好，就是你会记得每一件事情，或者是没有很清楚的话，人家点到你就会想到。可是后来就是整个就是那一个片段你记不起来，当你记不起来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很恐怖，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那你就要追问朋友，你那天做了什么事？班姐，班姐你在干嘛？有，他在醒酒。醒酒，倒一下，让他跟那个空气接触一下。真专业，他也有干得好专业。你来不及了，我们节目你醒到完也来不及啊。可以。所以，在座的六位发生过喝酒断片的举手好吗？断片是什么？就是失忆，就还快转。对啊，会断片。那你有断过吗？有，而且你有断过吗？没有，我从来没断过。啊？你没有？我没断过。断奶？你是喝到醉也没有断吗？就是睡着。我们不是在聊药物哎。没有啊，从来没有。我真的没有断片过，我都很清醒。然后我如果喝醉，我就睡觉。那我也知道自己在睡觉。好，那我问你们断过的人，你们断过片的人。有没有羞耻感？就是对于是很危险的。第二天遇到看目睹你们断片人，你们会有羞耻感吗？我都是当天非常开心，然后觉得自己就是你知道好嗨，好受欢迎，而且每个人都是大家一家亲。可是是隔天起床，然后我就会听到一个非常阴沉的声音说：“你昨天很丢脸。”然后我就这样看我老公，我说：“还好吧，我就是在舞池上热舞吗？”他说。你上去抢麦克风，
那也还好啊。然后他说你跳舞扒人家衣服，然后他说你还在那边跌倒，他说内裤都看到，然后我就说不要再讲。老板也会。断片的人宁愿不要回想起来，不要回想。那万一有人在旁边用手机拍下来，那是最可怕的。会有人拍吗？会。你们有像 S 这样感觉自己好受欢迎，大家都很爱你？我的个性是这样子，我喝完酒就是大家都是 one big happy family， 然后就是平常比较不熟，我比较矜不讲话，喝完酒就会去拥抱啊。有一次我就是看到朋友丽人喝过酒哦，他喝完酒哈，看到电线杆也轻了，只要有一根长长东西他都轻了，有这样吗？没有，整个隔壁桌也轻这样子。其实那个感觉应该就是说。我第一次睡路边是我喝了一个异类的酒，比如说我喝烈酒其实比较不容易，因为我可以控制，我知道哎喝下去什么感觉很快。那有时候喝，比如平常不喝的，比如说我什么没喝过，我不知道，所以就是干杯干杯就蹦。哦，那个好 crazy， 就是你不见了，我在一个小酒吧，结果只是快转，哦，到家门口，哎，我怎么到家门口？哦，不知道嘛，我就爬上去，爬上去，爬上去到四楼，你有要主持吗？钥匙打开，你主持啊，你不是。这一集你就表演喝酒，是不是？你好歹也要讲一下你在喝什么。这支酒很轻哎，这支闻的时候有严重的肉的味道，可是喝下去很清爽。因为它的那个产地算是西班牙最好的产地是 Porlat 嘛，有肉的味道是什么意思？然后它的闻就是有。不知道是腊肠还是什么猪肉的味道。对对对对，因为它的土那个土壤里面啊，这个是六十年的藤，但是它的土壤里面它是有那个碳灰什么？碳什么 minerals？ 碳灰矿物很多，碳灰层。